妈咪，我今天是蓝面色，不可以上桌。你很坏，好好说谎话，女生才有 menses。什么？换了啊？专家说啊，一个人哦，平均每天讲骗话超过20多次。爸爸把这个钱带出去，那叫什么？叫偷。不对不对不对，不是偷，是什么？叫借。该讲骗话的时候讲。你出去啊，骗那个小师妹说，我在家。骗？Hello。昨天妈咪说她不在。So you're my brother's teacher. 我们看不起你，我呸！ How do you teach such horrible students? 以后大家想到垃圾桶，就想到你们，你们垃圾桶，垃圾桶就是你们。干嘛你们那么自卑呢？ Try 啊！其实我们很厉害嘛。对喽。哎，要是你们两个被欧沙巴发掘了，全世界都有难了。哇！哇能不能把这个油漆喷在门上面？这是我们阿龙的风格吗？喂，哎，啊，哎，那边，雨姬，就是整机。这个地方我们是根据 PAP 划分的选区， PAP 划到哪里，我们就跟到哪里。他妈的，这样也不爽。你会打是不是？我找一个人来帮你泼漆。What about foreign talent? And they are so talented.马来西亚不累，新加坡不累，OK， 苏木啊不累。